各位马来西亚读者大家好，我是玉，我是来自台湾的小说家，这次很高兴获邀到马来西亚去参加书展。其实之前已经有去过一次了，那一次就见识到大家的热情，这次非常高兴可以再次去跟大家见面。我的活动主要是在8月3号6点半到8点 KLCC 的第一展览厅，我的世界我的幻想暨签书会分享。这一次主要出版的新书是这一本《人娃气》。这本小说呢，主要灵感来源就是我的收藏品，也就是我的 BJD 娃娃。我非常喜欢这一类的娃娃，然后也很喜欢把它们装扮成我书里面的角色的模样，所以就以此为灵感呢，写出了一本《人娃气》，主要就是说明我书里面的角色呢，真正从书跑出来，然后寄宿在娃娃上面的故事。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《人娃气》这一个故事，谢谢。